两个轮子，一个坐垫，没有脚踏板。这是1791年史上第一部自行车。200年来，自行车的变革从没间断。变速是其中一个，变速有几段取决于前后齿轮的片数。例如前三后九就有3927段变速，但有几段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齿比。齿比是前大盘齿数除以后飞轮齿数，若齿比等于4，代表骑士踩一圈轮子转四圈。齿比越大，踩踏越费力，但速度越快；齿比越小，则情况相反。变速系统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加快骑行速度，而是让骑士根据路况调配体力，让骑乘更加随心所欲。